你动作很生疏哎、欸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看。Hello。这是我胸部。Hello。你厉害哦！果果怀孕七个月时露脸，范章新手爸爸上线 get 不到女儿。哦、oh, ，看今天我的笑脸，就像果酱一样甜。讲讲果果和范章这对新婚夫妇首度露脸啦，肚里呢正是七个月大的女儿小果酱哦。怀孕这个是算是意外。应该讲说我们本来就有在计划这件事情，但是没有想到他在这个时间点出现。上次我在台湾问你说，你还是那时候是说顺其自然，对，那时候还不能讲吗？对，那当下是验孕棒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很轻松开玩笑，然后他就还以为说那一定没有，有了之后他就去看医生。然后就两个还呈现一种就是太多情绪，所以也没有说特别开心或是不好，这样就是还在放空，很像在做梦那样的感觉。但是好像没有，我们两个都猜儿子，超意外。那时候戳开那个气球，看到是女生，我们两个也吓一跳。那你不会担心你们生完之后？我目前还好，目前觉得他是比较爱我啦，因为 他可能就是也是新手爸爸，然后他可能也不太有经验，然后就很多时候是我在跟他讲话，然后他就还跟他很不熟这样，还 get 不到那个连结，好生疏哎，对啊，哎你看 ，Hello， 这是我胸部，Hello， 那你希望长得像你还是像范江？希望长得像他。长得像他，对啊，可爱漂亮，疗愈，对呀、啊，疗愈，所以会自然生吗？比较希望剖腹，怕痛。到时候你会跟着自己插吗？他应该不会吧？让他去买。我是没插，但是因为他很非常怕血，所以他可能就是不适合。那还要多照顾一个。但如果他想要我陪他进去的话，我可以闭着眼睛。那有计划生几台？我们是都觉得一台，暂时啦，暂时先一台。对，因为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。如果就是像养猫一样容易，那就再一个没关系。但是如果像狗狗一样比较麻烦，就可能先一个就好。是什么形容？算是有打乱你原本的计划，比如说工作啊什么，全部都要调整。我觉得一定有改变，但是不算打乱。所以包括全明星也不能参加，会有点卡。全明星就还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名单都你知道，大家全明星就是比较那个出来就知道了这样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也都不知道这样。可是如果七月份录的话，你到时候的状况也不行。就是哎，我还是活动力很好的，哈哈哈，没有啦。